香港西南100公里掠过。本港部分的地区已经受到暴风的影响，韦森特已经增强为强台风。我们利用最新的天气软件系统追踪下韦森特的走向。韦森特已经增强为强台风，风力继续增强，中心附近的风速达到每小时130公里，昂坪的风速就达到每小时150公里，达到飓风的程度。韦森特就越来越接近本港。